反正也没来，要不先改个论文。上次请你们吃牛奶面包，这次请你们吃喜糖。大嫂都这时候了，还有心情发动态？来吧，两位，通往幸福的门卡，一个12楼，一个13楼，拿好了，走了。走吧，新郎官。加油，队长！正所谓春宵一刻值千金啊，队长啊！快，快快快快！行了，来，上吧，兄弟。老婆。小白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哥呢？我不知道啊。回来了。不是，队长，你去哪？大嫂，你们来这儿干嘛？完了，我给做房卡了。我们来祝你新婚快乐。那个百年好合。早生贵子。那我老公还上演呢。我们去叫他，帮你叫，去叫他，去叫他，走了。老婆。哎呦！吴白队长，你这可是从我们这些老朋友手里抢走了这个圈子里最有名的女神呢！你现在可是深入虎穴了啊！啊！你们都愣着干什么呀？韩商言都走了，你们还不走啊？哦，这么个机会，洞房里闹一下吧，小明。当然来假的了，你看手都放哪儿了？吴白，我们最好的兄弟交给你了，你可不能欺负我们的女神啊，是不是？我们这儿可都是娘家人啊。听说了，他要敢欺负你，我们是最强的后盾啊。走了，走吧，撤吧，好，走吧。你小心点啊，拜拜。你锁门干什么？今天晚上我不想任何人再打扰我。10年了，你知道我多开心吗？老婆，老公，老婆，老公，你刚刚喝那么多酒，肯定没有吃东西吧？那你先吃点东西吧。来，干嘛？今天晚上你还有心思吃东西啊？你想干嘛？比如。我
进去看一下电影吗？看什么电影？你猜。干杯！干杯！哟！啊！兄弟们，明年的冠军还是我们 KK 的，必须的，必须的，加油！是我们 SP 的，想都别想。你滑稽，你再呛呛人家。没关系，让他呛一次，长个教训啊！年轻人就该这么闹他。对呀、啊，都没对象，对吧？闹一闹，火力旺旺。你好好玩吧。哎，你在水里好好待着吧。去。哎，是不是就剩一个了？干了！公平竞争，公平竞争啊！哎呦，有飞碟，我飞碟一张。哎，现在 KK 的就剩下一个，就一个了哈！哎，你这个牌，我不会走的。哦。我结婚了，兄弟，而且我觉得我老婆不会忍心把我推下去的，对吧，老婆？我呢？是肯定不会把你推下去的。非常非常感谢女神愿意来帮忙，谢谢阿千姐。哎，随我叫女神。啊，谢谢女神姐。我也要谢谢你，李总监。哎，不要谢我，应该谢大神。谢谢你，小白。So，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，我希望能跟女神合个影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来来来，学仙来帮我拍一张。啊，来，快一点，儿子。磨皮。